今天的天气真晴朗，我为老婆晒衣裳啊！我简直是个天才！太阳！有了这个裁缝机器人，我就不会怕老婆骂了。我真是个天才呀！灰太狼，你在干什么？灰太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。公狼不去捉羊，在家缝衣服，你丢不丢人？老婆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这就去捉，我这就去捉，行吗？你怎么捉？每次都说捉羊，到最后不都让羊给跑了？老婆，这次我有办法了。听着，我现在就去把那些羊给赶过来，等他们掉到洞里面，你就去把洞缝起来。小羊，看你们这次往哪儿跑！大家小心，有陷阱！这个机器人是灰太狼制造的吗？哟，灰太狼先生，下边还舒服吧？灰太狼，你这叫自作自受！喜羊羊，你们有本事别走，给我回来！笨蛋！
又见面了，我美味的羊肉包。我命令你，现在就去把那帮羊赶过来。羊都跑了，快去追呀！老婆，对不起呀，我又捉不到羊啊。傻瓜，没关系的。老婆，老婆，对不起呀，我……哎呦，脏！哎。笨蛋，又抓不到羊了。我必须生命一下，我差一点就抓到了。你就不会弄些破布跑到小羊身上？那裁缝机器人肯定会把它们缝起来。老婆英明。那还不快去？是。我一定要吃到羊肉包。幸好没人发现我藏起来的零食。可是我发现了。啊！灰太狼来了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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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老婆，你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婆，请。你为什么会少了我最爱吃的蘑菇呢？灰太狼。
我现在就去。早去早回了。老婆，我们多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是啊，老公。老婆。老公。快点来救我们，喜羊羊。你这个饭桶，搞什么鬼啊？大半天才回来，叫你摘的蘑菇去哪儿了？怎么会这样的，老公？我也不清楚。村长，喜羊羊，你们终于来救我们了！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们搞的鬼。赶快放了那些孩子，不然我可要对你们、帮我报仇。不要看着我，不是我干的。一把年纪还装帅，活该。老婆你真厉害。灰太狼，现在就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这台就是经过我精心改造的万能机器人了。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啊？它的功能就是织毛衣。哎呀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